中国男人不尊重中老年女性，这个观点不是我说的，是那个纪实说里面圆桌行什么三人行那个铿锵行，就窦文涛他什么什么文窦文涛还有谁啊文强还有一个谁呀、啊、他们说的就是有一期话题里面我看到了他们是他们这样说的，而且我也承认了，就是据我的经验和经历，我也觉得是这样子的。中国男人他就是喜欢白又瘦啊，他就是喜欢年轻的呀，他就是永远喜欢十八九岁的，就是这样子的。20多岁的，就是说，他们就是永远喜欢20多岁的，我也不说十八九岁，就是喜欢20多岁的吧。还有什么处女情节怎么样的，就是这样子的，这就是事实呀。但是国外的一些男性，就是比如说法国人，法国男性就知道法国总统找的他的老师。就是法国男人，他的确他们就是会更喜欢中年女性一点，就会说喜欢三四十岁的女性，他们觉得三四十岁的女性才是最好看啊，就是最成熟、最有女人味儿的。但是咱们中国男人就是会觉得普遍就会觉得20多岁是最年轻的，就是最漂亮的呀，甚至就是说啊，你的一个30多岁的女人都会被中国男人 diss 啊，你老了啊，怎么样啊，中年了啊？我看到一个，90年的女生嘛，她就被她说，也不喜欢她的男生就把她评为就是中年妇女行业，那我岂不是就更糟糕？所以说那像我这种的话就更没得那个，我也会就是在这些跟我交往的这些男性当中知道啊，有的人他就是明目张胆的呀。当然，我的头像哪怕打扮的再漂亮啊，打扮的好，哪怕再好看啊，就是再显年轻，那也不可能像20多岁，一看至少就是30多岁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他已经就是认定了我就是一个中年女性嘛，而且他知道我也，那就是我们中国女性平均来说结婚还独留啊，算是挺早的，所以那他肯定就知道我可能，结婚了嘛，对吧？我结婚了，他就会，我坐在那里，他就会这样，他说，既然老公不在，我们就约会吧。妈的，这是真的是很大的侮辱啊！我觉得，我既然我都结婚了，我为什么要约你他妈的这么的自信啊！我真是的，啊，真是臭不要脸。所以说，我在我的这个社交关系当中啊，就是当然了，你谈工作的就不必去设定，但是，生活上的话，你结婚了，你有女朋友了，你要跟我就是说交朋友，你说啊，我们交个朋友好不好？你说刘总，你给我做生意啊，倒有可能，我倒可能会加你。但是你只要一这样说，你说啊，交朋友啊，我就觉得没有必要。我不想把自己这个就是放入一个复杂的关系。我就觉得，在我的观念里，男女就没有纯真的友谊的，你就是有的人他就会直接这样说，还有的人我看到，明明他的头像都是他一个很漂亮的老婆，应该刚结婚还不久，还穿了婚纱的那种，朋友圈里各种炫夫妻、炫520的这种，但是转头来说我已经结婚了，我们做个朋友好不好？他也不会说暧昧要怎么样怎么，就是我们交个朋友好吗？我知道男的他们有一些男的他们就是。男人的真是不同啊，他就会明目张胆的啊，老婆有老婆的用处嘛，情人有情人的用处嘛，自己有自己的用处嘛。我知道他是这样想的，也不一定就是说要给你发生些床上这种啊，他我知道，但是我就觉得这种想法太什么了呢？太便宜，我不愿意成为别人这种便宜的想法，我不愿啊，我愿意找我，那我的角度就是你。就是用处嘛，朋友那也就是说白了就是用处嘛。我更能想到就是说，可以你结婚了，其实也可以。那你在工作上如果说能帮到我呀，或者业务上能帮到我呀，在哪些方面，一些肯定是事业上嘛。我就是觉得，那如果说或者是你有我可学习的地方啊，或者你是一个很人品很好的人啊，或者就是怎么样。那也还是可以的，就是，反正就是拒绝暧昧啊，就是说这种，
但是多数的他要跟你就是说交朋友会怎么样，他还是想占便宜。还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目前还比较喜欢的一个人，他是离婚的嘛，但是我就觉得，他可能也是在养鱼吧，他可能也还有交往的其他的女性或者是年轻女性啊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不愿意在你身上花太多的时间，他就觉得，你这种女人可能比较难搞，对你比较成熟，你也比较聪明，你年龄那么大，但是你年龄那么大了，你可能很饥渴，很渴求一段关系，或者是可很需要这种性需求还是怎么样的。我感觉他就是这样子在试探我，我是这样子认为的。但是我不是那样子的，我觉得，女人成熟嘛，她每个阶段嘛，我觉得女人吧，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，就是说自量一些就是一些要求啊，一些就是什么追求啊，审美啊，我觉得就是，但是我们中国男人他们不会去，好像真的是不会去欣赏。我就是跟有个男人聊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好像看不见我的灵魂，他是只看我的就是身材啊，只看我的长相，这样子的，而且呢，他可能想的更多的是说。哦，这个人不管谁，年轻的也好，就是成熟一点的也好，我用就是说最低的成本，就是说去赢得一个更高价值的人，一个人他可能是这样子想的，我就觉得有时候女人为什么就做不到了？现在我们就往往就容易很锁定一个人哦，就不会像男的这样，这个是可以。床上需求，这个是工作需求，这个是生活伴侣需求，这个就是朋友需求。碰到我需要一个人聊天，聊些真心话。是你要这样想的话，真的就是我觉得会太幸福了。但是我做不到啊，我真的做不到啊。你们觉得这种真的好吗？我也想这样修炼成这样子呢。我不知道，这样子，但是，的确是对我自己的，就是生活、工作是非常有利的啊，而且对于这个人性啊，或者是这个，以后的发展呢，也肯定是有利的。所以说呢，就是我会觉得，我这个年龄啊，真的是太难找了，那就只得放长线了。我觉得还是回归到一个。最传统的一个观念呢，还是不要着急，慢慢来。包括上床这件事情，yes，就是怕你上床了以后会后悔，就是跟一个不怎么样的会那种女人对于那种感觉会有恶心啊，或者怎么样的感觉。所以说，还是慢慢来吧。